台新上港为着要推广孝德，伫母亲节之前举办一场孝亲园游会，也表扬馆内21位优秀的学生，颁发奖牌甲奖金，鼓励学生的品德教育。台新上港这项大孝奖的表扬活动已经举办将近20年了。除了得到地方企业的支持以外，这几年也有很多外地企业出钱赞助，鼓励训练优秀又打拼的少年学生。台新社工今天在校友会支持下，盛大举办校庆园游会，弘扬孝道的精神。活动中，校方和校友会颁发今年的大校奖得主，表扬因孝顺的美德。我们今天呢，最主要是一个孝亲园游会。那我们利用呢母亲节的第二周哈，我们刚好是在母亲节这个日子里面呢，我们来办理全校性的一个园游会活动。那并且呢，在这个活动当中，我们结合我们校友会，那校友会呢在推动我们一个大校奖的一个奖项呢，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颁发这个奖项。那我想在大校奖的一个推动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这几年一直致力于说把这个校型呢把它推广出去，那并且呢让我们校友会的这个理念呢能够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。台新上港这项大校奖的表扬活动是校友会在20年前所创办的，因为相当有意义，每年都得到很多企业家关注赞助，希望帮助优化的孩子顺利完成学业。这个孝顺不是干啦，咱分管咧做事，全归单性大家做，因为这件的奖项呢，包括嘛台北迄边面吼，嘛有企业主动干，咱干管，但是咱因有个人是啊，我都陪拄好来，没关系，来个人麻烦校长啦，咱的企业秘书长到他颁奖奖，总是迄个心，那个爱永远在我们身上哦。目前也担任分管中小企业协会总干事的李宪祖，佫表示，企业家普遍拢真欢迎优化的员工。因为有效人一定是人品好，认真够打拼。百善孝为先，你只要这个人品也好，肯打拼，处理父母这么困苦，你做咱做一个高中生，你都肯困起来，手有闭起来，就是倒做，无咧计较出来，你讲啊，我是咧读册就无用，但我是遐尔有效，但我遐尔打拼，恁的精神真是值得企业家大家的赞同。台新校友会大校长今年的得主，台新上港有6位，另外在全国的各中心当中，各选出15位各中心来接受表扬。这21位学生都是生活艰难，但是乐观各优化的青少年学生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